西比哥哥，擦脾气我是认真的，还可以吗，家吗？还可以吗？怎么就是说没有听到你们的掌声呢？你看西比哥。一来就是给我送鲜花了，就忍不住跑上台给我抱一束鲜花了。怎么我们台下的观众就是怎么掌声也没有？阿西会跳拉丁舞吗？拉丁舞我不专业，拉丁舞我不专业，跳的很少很少很少。欢迎委屈自己，谢谢关注。你们还知道巴巴掌鼓起来哦，我以为你们忘记了。我还说怎么就是说，难道台下的观众只有西比哥吗？是不是？难道只有比哥吗？你说我在一个什么大舞台，然后呢？我还以为咱们台下的观众都走了呢。恭喜新玉升七级，恭喜小星星打分。你们有什么想看的我也可以告诉我啊，我可以加入下我的歌单，然后你们点到赞了之后我给你们跳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跳完了就一个鼓掌，那个社死现场。不是，是还要我来主动说，我说有没有掌声，是吧？还要我来说有没有掌声。欢迎火山，好想看的舞蹈太多了，那你们就加油点赞咯，你们加油点赞咯。西比哥，你是今天上午没有上班，还是说你在边上班边偷摸着看我呀？不能再看了，再看无法离开了。西比哥，既然来了，你为啥要离开呢？我要采访一下大哥们，咋就是说来我这儿都是不能再看了？咋了？我要把你们吃了呀！我不吃小孩，我也不吃大孩，我也不吃人。下次鼓掌不能提前。我跟你说，我教给你一个方法，西比哥，你不能再看了哈。你就用耳朵听好吧，你挂我直播间用耳朵听就好了。你可以不看，你可以用耳朵听啊。当耳朵都不能听的时候，你可以用鼻子闻。当你鼻子都不能闻的时候，你就用手去触摸，就用手触摸也可以触摸到的，就是可以的。多哭几次。舞蹈是听的吗？你不是说你不能看了吗？那只能听啦，用那个音乐的声音听出来。我就是想象一下，你反正你不想看，那你就想象一下，听着音乐想象一下我在舞动，你也可以想象的，是吧？
提个意见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、啊。你说，我悉心聆听您的意见，能不能晚上开播呀？就是说，你为了让你看到我晚上播是不是？金西比哥，你就说，如果说我晚上开播，你能一直在我直播间不走吗？你如果可以的话，好，我晚上播。你就说你几点钟到几点有空，你可以一直陪，你可以一直陪着我到我下播。白天都要上班，好像是这个道理啊，西比哥说的也是，好像是哈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八点到十点都在哈。你八点到十一点我开播，你就是不能走的那种啊。你能答应我吗？你答应我，我就答应晚上播。你能答应我，我就晚上播。为你点赞。OK， 哎呦，西比哥可以。这不是让你，这也多不好意思的，其实西比哥，是吧？让你看了我之后茶不思饭不想，你今天工作你会不会好好做了？这是电脑播吗？嗯，是电脑播，是相机加电脑，相机加电脑。糟了，我你看这说的是，哎呀，早上不该打开直播间的，这看了，这工作都没法做了，就想着晚上看直播。哎，我想说，问一下，你们是晚上有空还是白天有空啊？晚上有空的扣个一，白天有空的扣个二。你的舞蹈确实没话说，西比哥，你今天还是第一天来，你还没有看我其他舞蹈呢。我怕你看其他舞蹈，你更把持不住，你更走不脱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看到我的那个当代舞，你更走不脱了。我下午也要播。你下午吃饭的时候可以来看我，下午你有空的话你可以来看我。欢迎王林。上班就是为了下播看直播，晚上开播会有很多大哥来成为你粉丝的是吗？但是我晚上流量不够大，其实我也知道晚上 特别多有空，但是我其实直播间流量晚上没有那么大，把持不住。就是动不动的看了我的舞蹈就想刷滑子的那种。可能我就是没有晚上播，我要是晚上播了说不定我滑子就集齐了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太会给自己找理由了，真的，我太会给自己找理由了。我们晚上都来支持你，白天挣钱晚上刷好子。你说对了哦，我说对了是吧，西比哥。那如果说我今天晚上试播一下，要是我华子没集齐咋办呢？阿西人美歌甜。阿西是最勤力最优秀的主播，我努力吗？我觉得我啥也不好，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怀疑自己了，我真的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，我觉得我啥都不好。要不是隔离，白天没啥时间看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我现在已经怀疑自己了，我觉得我真的什么都不好。有没有定金？快坐好，欢迎 K 哥，欢迎，谢谢关注。我们点到20万了，家吗？点20万跳姜子牙哦，姜子牙可好看了。西比哥，你千万别被抓住了啊！千万别被抓住了啊！抓住了，等会儿老板把你的手机给收了，说不定你就是老板。那你是老板，你就没问题了，不怪，没关系的，事情交给下属去做，你就坐在这里看直播就好了。阿西舞蹈没问题，有很大的优势。
不要怀疑自己，直播间那么多支持的人，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了。阿西，我要给你刷华子，是吗，小李子？真的吗？你现在给我刷看看。请展示，小李子，请展示。我们现在17万赞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还差3万赞，我们就可以跳那个姜子牙了，我们就可以跳姜子牙了。早上上午播完，晚上上课，啥有那么亲昵？摸鱼看直播都是小屏，还不能看声音，那不是你们都听不到我的声说话了？那不是你们听不到我说话了？西比哥，我想问你，你玩直播玩多久了吗？西比哥说没说设计就加你房租，我什么时候给他租房了？那就看动作，看动作没有音乐，缺点灵魂。缺点灵魂。一直点不出来。谢谢关注。小李子你逗我。小李子你逗我。所以摸鱼的时候不看唱歌直播。哎，他们有些唱歌直播可以戴无线耳机的，他们可以戴无线耳机的，他们可以戴无线耳机的。不然呢？人家都这么那个啥了，你还逗我？一点都不可爱了你。你一点都不可爱了。摸鱼戴耳机，这不是对别人说我在摸鱼吗？我有点没理解你们的意思，我有点没理解你们的意思。欢迎汉斯，美女你好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在聊天呢。你好呀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好上加好。稀客汉斯好久没来了，我的妈呀，我背上全是汗，我的妈呀，我这个是有多热多热才能认成这样子。我们给那个古筝回个麦呀，家人们，我们给古筝回个麦。小李子是女的呀，真的，哎呀，这不是等你们点到20万吗？是吧？高地之风点到20万，加油 ！Hello， Hello， 西西，我看到你连我，赶紧接一下。那必须的呀，昨天你给我连过来，我也没接到，今天也没接到，那必须给你回一个。对，这早上，我想你肯定在跳舞。对，你每次就是你那个时间点是刚好我才开播的时候。嗯，我们来玩个什么呢？有点像。嗯，陆小西是谁？一的主播。那你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好玩的啊。我一般看到你们古筝，我就感觉你们都比较温柔的那种。都是表现，其实不是的。那咱们输了的话，就是闭麦。听对面的说话，说三句，只要一句没说，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闭你的麦，你现在说话，你给我说，然后我就是听你说的是什么，猜，如果猜对了呢就不做惩罚，如果没猜对呢咱们就开合跳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，行，没问题。好吧几个好，没猜对一个，没猜一个做5个开合跳吧。咱们如果说三句话都没猜对，就是多少个？15个。对，15个。OK， 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是，10分钟的吗？我们5分钟吧，是吧？我调一下。可以，那你留完5分钟。好，没问题。开合。等一下啊，我们玩一把今天的第一把 PK。哎，我看一下他。好，三级灯牌左上角附带参与一下。咱们3级以上的家人们可以参与一下福袋哦。好，那闭麦啦。好，
来，咱们见面的第一句呀、是再见呢，明年春暖花开日就是我们见面之时。我们走着走着，欢迎新进入这边的家人们，我们散票走一走，我们散票走一走，什么都别说，所有美好的时光渐渐的飘落，一起看四季变换，带你入座。说到人气票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这六月份马上都要人气票都要解散了，我们的台，我们说的这么多粉丝，说的咱们家还是播那么久了，这个牌红从来没有红一次，我都有点都觉得有点都不好意思说出去这个人气票，所以说没看我都没说打人气票嘛，我觉得咱们家的凝聚力还是欠缺，就是弄这个免费人气票都基本上没啥人弄，更别说打付费人气票。谢谢谢了解，谢谢我们千秋，谢谢名字。爱你就像一杯茶，青丝一团火，平平淡淡和你守着那执着。嗯，在你的窗口轻轻唱着歌，我牵着白云渡过一条河。你的眼神在云中淡淡的浪漫，爱如蝴蝶一一轻轻触摸。打人气棒就是培养凝聚力的，我怕打着打着把自己给打的心态不好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当我相信大家可以打的时候，但是大家并没有帮我的时候，就是没有打出来好的成绩的时候，我心态就会不好，所以说还不如不打。因为其实大概也猜得到哪些人会帮我，哪些人不会帮我。谢谢小李子，感谢小李子。最美丽的清晨，当黄昏和日落，用你的陪伴。感谢小李子，小李子是女生，我们小李子是女生。我们走着走着，花就开了，在幸福里感受，什么都别说，所有美好的事。免费大家都可以帮我，跟你说，说实在的，我们免费的很多人都做不满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。免费的都做不满，而且说这个人气票会特别影响节奏，你相当于一个小时全部在喊人气票，我就觉得又喊的累吧，又打不上去。交呢，就是也大家也打不满，就是交打免费人气票也打不满。你说还有什么，就是还有什么打头吗？是吧？来家们，我们散票走一走了，我们散票走一走了，我们几时再见呢，我们的散票走一走了。有些人是真的不懂，但我教了好多次了，都我都不知道怎么教了，我感觉都不知道怎么教了。哥，我们还有五十秒，我们还有五十秒，我们还有五十秒。谢谢牛魔王的纸鹤，感谢牛魔王。糟了，这一把真的有点太拉垮了，我发现。还有三十秒，咱们血条都没了。我们这第一把输十，哎呀妈呀！这是我的血条吗？这是我的血条吗？谢谢大广哥，感谢。谢谢，
是咱广哥，谢谢咱广哥。谢谢我们广哥，谢谢小李子，谢谢牛魔王，谢谢名字，谢谢千舟，谢谢天青，谢谢小鹿，谢谢人生，谢谢小肖，谢谢农民，谢谢帮我把哥哥大哥扣出来，感谢一下，谢谢。Hello Hello， 你说我来猜。好，那咱就那你先闭我麦咯。啊，好，现在好，你先闭我麦。好，我闭了。好，那我说了。第一句。你们帮我一起猜啊。大广哥帅气。啊，这在说啥？你看我是传奇。再说一遍，兄弟们帮我一起猜啊。那我是传奇，那我你们快帮我一起猜，直播间的兄弟们，大家能看明白吗？我再看一遍啊。大我一，这个开嘴这是啥呀？啊，救命啊，啥呀？我猜不出来哈。第二句，我猜不出来。第二句我们看一下，你们帮我一起看。哦，大哥我爱你，大广哥我爱你，啥呀？大哥我爱你是吗？啊，好，那第二句，什么东西？再来一遍。啊，金溪古筝弹得好。嗯，这句猜出来了，棒。好，第三句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厉害吧？但第一句是啥呀？我们开个麦。第一句是我说的是咱们家大哥，我说大广哥帅气。哦，这是什么什么传奇？啊，你就做五个，对，做五个。关于自己的，他一瞬间就猜出来了。你看那个都能看出来。好， okay， 辛苦了， 辛苦了。嗯，一路长虹，谢谢一路长虹，拜拜，继续拜拜，嗯，拜拜。感谢我们广哥，谢谢广哥，广哥送给你跳一支舞蹈，我知道你在的。第一句像大广哥传奇。人名不好猜，来给大广哥跳个舞。给大广哥跳一个梅花泪。阿西就不一样，阿西对自己名字不敏感，对嘉年华敏感。来，大广哥看我了，大广哥来送给所有的家人们，送给大广哥。你们扣一下大广哥，看他看我了。
谁醉？红颜拂流水，翩翩花骨也成对。谁说感谢大广哥，谢谢你们，感谢感谢。哇，这个风筝放了那么久，那不是那个板屏，不是那个。今天怎么这么早播？一直都这么早播，一直怎么早播？眉目传情，翩若惊鸿。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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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长地久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屏幕还在放风筝吗？他们说你眉间铺满尘埃，一直逃避阳光和爱恋。好久不见，十分想念。
么想看的舞吗？我其实我执着的灯火。戴宝哥刚刚的舞蹈好看吗？谢谢路上哥的梨花筒，感谢路上哥的梨花筒。成功退休退出抖音。你来是给我说你成功退休的吗？我都看过了，再看一看喽，还有好多舞蹈呢。路上哥早上好，路上哥，千万别退呀、啊！不是都退了吗？你哦，没有退啊，你没有退啊，这不大家都等着你吗？这不大家都等着你回归吗？今天早上第一次舞蹈是新舞蹈，肯定没看过。对呀，或许就因为那一眼，你便活在了我思绪以前。就是哥都没有刷抖音了，就那个玉门关，峰哥肯定没看过。你怎么知道叫玉门关啊？不是名字，你怎么知道那个叫玉门关呐、啊？峰哥，我们都在等你。对呀、啊，大广哥呀，大广哥也等着你。我厉害，你厉害个屁！你厉害，你哪里厉害了？我要拯救我的生意，配合国家救市。这不是等着你生意好起来了，你就回归了吗？是吧？这不等着你生意好起来，你就回归了吗？确实好像，反正就是咱们家大哥好像都是受疫情影响，大广哥也是受影响，然后所有好像很多大哥都受影响。昨天开会了，要保经济会好转的。昨天开会了，天晴，你知道昨天开会了吗？等春暖花开，我们都会好起来。欢迎了天下输了，他好不了了。大广哥，你大广哥，你觉得会好起来吗？大广哥，会好起来，会好起来。大广哥最近怎么样？大广哥最近怎么样？春暖花开之日就是我们再见之时。对，现在都宅在家了，没有吧？我们现在都到处可以走了呀，到处可以走了呀。欢迎若玉，情深似海。路上哥都四级了，路上哥，你昨天来了直播间好多次了，你都不停下来。我在梦中遇见你。不让我出家门，琳琅也是不让你出家门是吗？欢迎布衣官道。可能是你的前世啊，可能是我的前世啊。昨天在打矿。路上哥，请问你昨天打矿，罚你。你自己说罚个什么？你昨天居然打矿。